还真是一场成功的宴会。倘若你没有找到这么好的名目，那些平民又怎么会心甘情愿献上自己的服从？可是啊，是什么让你们误以为自己就高人一等呢？那这些任人摆布的衣架不也能轻而易举地做到吗？是啊，听好了，规则、地位、秩序，每个人所处的位置，这一切不取决于你的出身，也不取决于你的过去，而是由我来掌控。啊，对了，可别会错意，支配众人，我可没有那种让别人跪在脚下的兴趣。好吧，好吧，其实有些时候，那倒也很有趣呢。